识货之人拣 Sammy 拣嘢正啊！好啦，嚟啦！今日食呢一个咧，可能 Marco 识佢哋噶，食少少扮代表。咦，我唔识好多嘢嘅啫，唔知啊。但系呢一样嘢，野猪肉都比较少，我哋 on air 食嘅。野猪肉，好，你试下先啊。野猪肉，因为系啲正式食嘢啊，通常食零食啊嘛。系，但系呢啲都牛腩啊，佢识嘅。点啊？等紧你啊，喂！食食都质地同埋味道。鱼肉吓，塔沙吓，佢识噶。鱼肉，知唔知点解你食塔沙啊？任人鱼肉，梗唔系啦，塔沙鱼到贴地啊！咁你都唔识？咁系咩啊？呢个系咩啊？鱼肉塔沙，佢捉到一个咧，系咁行到尾，系啊系啊，系啊，你话到你亦啊系啊，中到你啦，你系啊，未讲完，任人鱼肉，唔都话唔系任人鱼肉咯，鱼到贴地啊！讲多一次啦，我任人鱼肉噶，都话唔系任人鱼肉咯，鱼到贴地啊！好系咩啊？头先鱼肉冻唔冻啊？啱啊！啱啦！今日试嘅系鱼蛋，哇！你犀利喎，鱼肉都食得出喎，系啊，咩啊？嗰啲鱼味好重啊，系嘛嗱？有豉油，如果你中意嘅豉油，唔关事，俾啲味道你咁解。好出啦呢个。嗱，点解我话 Marco 可能都会认识佢咧？因为咧呢一个牌子咧喺长洲噶，咁咧但系佢本身咧系做饼店嚟嘅啫，即系做嗰啲传统鸡仔饼啊、番薯饼啊、棋子饼啊呢啲咁嘅嘢。但系近年咧，佢竟然出咗一啲咧急冻嘅烧卖啊、鱼蛋啊，咁系啊，咁啊。各大超市都會找到，即是餅譜來的本身餅譜、哦、是即是那些我們小時候吃的雞仔餅糯米糍那些中式的餅、哦、就不是西餅就出了魚蛋為什麼呢兩項兩款東西來的沒得夾在一起、啊、他就竟然會出了這些這樣的東西、嗯、在超級市場賣到、哦、這樣咯即可能是不是會是仔女、啊、即做這些東西然後試一下 sell 一下然後又 sell 到、啊、可能是跟別人合作嘅嘢嘛，因為本身你做開餅嘅時候，你賣魚蛋其實又唔係好關事噶嘛，同埋又純粹只不過間鋪頭喺長洲，係啦，係咪？但係個長洲佢又唔係出名嗰啲嘢啊嘛，如果係都奇怪噶。咁、嗯、但係點樣食落先？咁啊都可以啊。嗯，佢細細粒唔係太大粒嗰啲嚟喎，雪白色嘅魚蛋。我又嗱，我唔係好識食啊魚蛋，即係冇。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魚蛋嘅。嗯，即係我譬如我如果我去食河粉面粥粉面鋪啊，魚有啲人咪啊中意食魚蛋米粉啊，即係魚蛋。咁我係永遠唔會食魚蛋。我就算魚蛋都唔係食白雪雪呢只，我食炸咗面嗰只。啊，係啊，打邊爐咧。魚蛋是我一定不吃的、啊、我都是的即我不會說買即好 有些人不喜歡買一餅丸一餅蛇餅那些那些是正宗潮州魚蛋是啊白雪雪那些我都麻麻地的是、啊、是、啊、我是選魚皮雲吞咯是 啊, 啊魚餃咯即我會說是啊魚餃咯魚皮餃啊麥丸啊是啊牛丸啊牛丸啊是啊貢丸啊這些咯、嗯、魚蛋真的比較少選是啊因為有得選就選味濃一點嘛、嗯、但是這個我吃下去是蛋牙的嗯可以嗯、魚味都重啦，如果唔係成日都食唔到魚蛋味啊。嗯，嗯，應該都 OK。係，可以。佢嘅成分都係啲魚肉啊、澱粉啊，係啊，都係魚肉加澱粉啦、啊。係啊，嗯，魚肉多啲就腥啲咯。嗯，咁啊，因為魚肉本身係腍噶嘛，嗯、即係佢係瀉噶嘛。咁、嗯、如果佢要彈，一定係有麵粉啦、嗯，或者有粉喺裏邊啦。係、嗯，有啲就可能即係就算佢撈咗唔同嘅魚 ，suppose 每一隻魚都有自己嘅質地，但係都唔夠喎，一定要加。因為魚本身嘅肉都真係削噶嘛，佢、嗯、係會腍。所以你見到一餅嘅咧，嗰啲潮州嗰啲佢扁噶嘛，其實係嘛，佢 hold 唔到個圓咕碌個形狀咯。係啊，佢一定會塌咗落嚟。因為魚肉多啲嘅，係啊，係啊，嗰啲好腥㗎。有一間喺土瓜灣。橋底食燒賣嘅，成日都會買燒賣食嘅。佢、嗯、就係嗰啲魚肉燒賣，潮州係啊，潮州有、嗯，潮州人自己打魚肉燒賣，佢、嗯、有樣好特色嘅喎，係咩咧？佢如果佢麵粉少，魚肉多咧，擺耐啲咧，腥味喎。係啊，佢腥味咁我就係中意，哎，嗰種腥，我就中意你魚肉多。嗯，咁所以嗰燒我平時食啲燒賣都中意食㗎啦，平時嗰啲粉、嗯、粉燒賣係、啊、我最中意食。但我有時真係特登揸架車仔，即係去電單車咁，噗去到。就咁買十蚊，就買嗰啲肉燒埋，快快脆食。嗱、嗯，如果佢真係夠腥咧，即係魚夠多，因為嗰個原來話係魚嘅魚肉裏邊嘅其中一個蛋白質，
就降解咗咧，就有腥味出嚟啦。所以嗰個魚蛋要夠腥咧，先至有魚嘅成分比較多，因為好多都係麵粉嚟嘅啫。係得嗰一間魚肉燒賣嘅啫，我仲我到而家揾唔到，另外一間唔係成日揾啦，但係魚未撞到另外一間，撞唔到另一間啦。真係魚肉燒賣係用咁多魚肉喎，係得嗰個人嗰間。下次我帶買嚟俾你食啊。好，呢個 OK。唔係用塔沙打噶嘛？塔沙係佢打嘅。左头左势，左头喂，你讲完啦，左头左势左口语，又系新发明，左口语，左头左势左口语，系我有个 music 噶，搞掂，左头左势左口语，喂 music 啊，搞错啊，咪捞嘢噶，咪捞嘢噶，监制招，监制招。都因为他自己独吞了啊！系啦，系啊，嚟过嚟过嚟过，系啊，真系咪？左头左势左口语啊你！唔得唔得，喂 ，disco 咧，你啲 music 迟咗喎，系啊，迟啲啲 music 喎，你都系，好渣，好渣，好渣，再嚟过，再嚟过，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渣喂，喂，唔掂啊，唔掂啊，俾多次机会啊，你啊，招啊，左头左势左口语啊你！第一句就用到啦，系你系啊，好呢个系我节目专属音乐啊，系啊，总之我一发炮劲嘅就出啦，左头左势左后摇两条啊，我哋有，好嚟啊嚟啊，好新嘢，试下呢个新嘅口味，佢加咗一个好特别嘅嘢落去啊，今日嘅新货系香芋鱼蛋。佢加咗芋头啊，系嘛？因为呢个，因为呢个品牌出噶，一样品牌，系啊，系啊，奇怪噶，我都觉得点解会加芋头？唔知系咪因为佢可能见到近年系咪香港人咧？因为我唔知你有冇留意芋圆啊，啲铺头咧劲排队噶。芋圆啊，系啊，嚟到香港咩？嚟咗香港啊！我嗰阵食芋圆就去九份啊嘛。系啊，九份啦，我第一次认识芋圆都系九份，台湾好食喎，但系嗰种。是啊，互相好香的，互相好香的，香港呢某几档但食甜品的感觉，是甜品感觉重一点，是啦，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加了这个芋头进去，这个芋头不是紫芋，是再前排，即是两三年前被兴了一大，什么都加了树，是树，是啊，不知道，因为这期的芋圆是hit的，真的是？是啊，是芋圆，是啊，都hit了一段日子，不是近的，在哪里买啊，芋圆是？铜锣湾又有，铜锣湾有一个，不是，我意思是什么店铺好吃啊？甜品鋪啊，甜品鋪，但係佢係食冰嘅，亦都係同時間，你除咗可以飲之外，即係等於九份嗰啲咯，都係食甜品嘅，係啊，九份啊，九份啊，咦，同我兩兩一樣喎，九份喎，朗朗哥啊，朗哥，朗哥又朗哥，九份，黐線，唔開心到咩？你真係呢個容易滿足嘅咩？你弱雞啊嘛，唔容易滿足，唔容易滿足，呢啲咪九份。左口语，攻佢，攻佢左语。你要讲拳头啊，左头左左头左势左口语，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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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九份啊！左头左势左语，左住晒啲九份咁少嘢，佢笑到唔开心，开心到你。其实开心真系可以好简单，好简单，只要你头脑同样简单。只要你头脑同样简单，开心就系咁简单。好啦好啦，食翻呢个啦，加呢个香芋。点解佢自己唔出啲自己嗰啲品牌，例如鸡仔饼味？加鸡仔饼落去，类似系咁啊。唔系你点？你真系你个 brand， 你本身个本业卖啲咩？你互成嗰件事嗰个效果再强啲啊嘛。真系你不过我谂佢本身走咗出嚟就算啦，即系佢都唔会翻入去噶啦。鸡仔饼都应该即系你唔想食嘅。鸡仔饼鱼蛋啊，系鸡仔饼鱼蛋，我真系唔想试啊，好奇怪。唔系皮蛋酥牛丸咁啊，真系老婆饼鱼蛋，系咯，好难搞啊。嘢啦，唔 mix 甜嘅，问下先。咦喂？见到佢应该食咗入边一粒粒，见到嗰啲有阵饭味喎。咦，沙粒仓喎？咪先，咪先，咪你吓吓我，咪先，我几惊，我以为粒嘢生鱼蛋仓。鱼蛋仓，大哥个鼻尖生鱼蛋仓，唔系选咗，唔系仓嘅，吓死我呀！个鱼蛋生粒仓，鱼蛋生粽。喂，你话简单，话简单，唔好阻住我食嘢啊！左头左势左后耳秒食。要嗌嘅好慢嘅啫，系咪先？系啊，要个本蛇咁样啊，要瞄石先啊。OK， 我试下试下，食嘢啦，试下先。
闻就好奇怪，有少少芋头味嘅。系咪圆粒芋头嚟噶？定系芋蓉啊？细粒，好少好少。见到嘅，因为我哋见到好似咧，嗰啲叫墨鱼丸咧，墨鱼丸咪有啲，有啲一粒粒嗰啲食咗喺入边噶嘛。佢嘅芋头味好浓烈，好香，一咬落去咧就有芋头香啦，就 OK 嘅。但系怪唔怪咧？唔怪嘅，唔怪嘅。只不過係麻個問題就係魚蛋味唔落冇咗。哦，我就想話 keep 唔 keep 到魚蛋添。好可能我食得太多啦，即本身我食咗好多魚蛋。食順咗個味。食順咗味，我覺得你可以試下啊魚啊，不過冇冇得咁差。如果唔係，你應該可以試下，跟住然之後咧揾手攞都得啊。係啊，揾手攞，我計一粒先。係。係啊，你試下攞一粒。魚蛋味都可能或者你食翻可能會有，但係咧佢個芋頭味咧係好濃烈嘅。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有一龙的新年吃芋头糕啊。哦，哇，是不是黏一下那个得罪的。吃芋头糕啊，有时候芋头糕咬到芋头的感觉。是粉粉地的感觉嘛。潮州嘢咧，如果佢本身潮州魚蛋咧，再加埋呢个芋头咧，因为我阿妈是潮州人，我是吃潮州菜，因为佢叫反沙芋啊！咁佢令我谂起反沙芋，因为反沙芋系甜品嚟嘅。咁啊，去到食到尾嘅时候咧，有一条四四方方嘅芋头啦，切咗，跟住咧就外面包住糖啊，炸咗，炸嘅系啊，好白糖炒嘅，因为兜嘅嗰啲糖兜到黐满晒白糖，食落咧又脆又好味，嗰种香咧系啊，都似令我谂起反沙芋，虽然唔系甜噶，但系个芋头嘅香味又喺度，系鱼蛋香味争啲啫。如果我冇食過第一個佢就咁 plain 嘅魚蛋咧，其實我覺得佢有魚蛋味嘅，有嘅有嘅，唔係冇嘅，即係完全唔係話等於粉圓嘅，係啊，有嘅，可以，但係因為個反沙芋嘅關係，令我覺得佢更加似潮州嘢，我覺得咁啦，可以，係可以嘅，可以，但係未去到話哇，咁變咗好似食芋頭喎，唔係變咗食魚蛋喎，你如果講個魚蛋，因為我角色隱活到咁樣嘅話，嗱，其實佢。我感覺，因為佢搶咗嗰陣味，同埋我食咗好多粒魚蛋啊，所以個魚蛋味係會少咗。但係如果佢第一粒係咪都有魚蛋味？有 ，OK， 有，咁就可以啦。咁如果相比起嘅話咧，當然你問我，我就寧願都係分翻開啦。我寧願就分開反沙芋同埋魚蛋，因為我唔知點解要搞埋一齊。係咯，除非有原有因啊嘛。係啊係啊，即係譬如話你中意南瓜魚蛋咁，我點解要南瓜加魚蛋咧？即係我諗唔到啊。咁所以呢一個係爭啲嘅。咁但係如果你中意食芋頭，咁咪可以咯。咁但係中意食芋頭，你食芋頭得啦。係咯。點解要加魚蛋咧？呢個係奇怪嚇。好就咁啦。好嗱，如果第一個魚蛋嘅話咧，我哋每粒計。两个半一粒，如果相同重量，哇，两个半一粒，如果相同重量，因为咧嗰个 suppose 系细粒啲嘅，我哋计翻喺个香芋蛋嘅重量，两粒都贵喎，呢一粒头先个波子咁两，大啲啲，要佢大啲啲嘅话咧就两个半，因为我哋计翻相同重量因为 suppose 第一个系细粒啲，哇，十蚊就五，咁你觉得呢个香芋鱼蛋值几多钱啊？即系呢一个 size， 本身两蚊粒都贵啦，系咯。佢再加，佢應該計幾多 gram？ 佢100 gram 係幾多錢？就容易啲一粒二十 gram。唔係，我而家都了解到嘅。我當一碗正丸咁樣，五粒魚蛋咪十蚊咯個本係。咁你嗌翻下嚟都廿幾三十蚊差唔多。係啊，好啦，俾見佢加多啲啲嘢，令我諗起反沙芋，兩個二啦。哦，減咗嘅。嚇唔係嗰本身兩個半㗎。加咗俾你。佢老細，我加人工8000蚊嚟㗎。哇！老細本身皮嘢㗎，減喎老細，減人工，係咯，減人工老細，咪減人工啦。我都唔想嘅，噏錯咗啫。你本身你應該加人工嘅，係咯，噏錯咗，係啊，兩個二，將錯就錯，係啊，將錯就錯。好，冇嘈啊，炒埋你添嘛。今日香芋魚蛋唔抵食啊，兩個半啊都係，三個二，哇！3.2 我又覺得芋頭本身不是一樣很貴的食材嚟啦，同埋佢有很多種食法都可以令到佢好好味。係啊，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食芋頭就喜歡啦。但係如果我唔係一個話哇見到芋頭一定要食嘅話，我咁個食材又唔係太貴，咁就我覺得冇唔使啦。同埋如果加價，如果佢真係名貴食材，你會加價。係啊，或者好有原因食，你又會加價係啊。佢冇咗呢兩個原因，同埋除非佢就話：哎呀，我哋就係反沙芋，或者潮州嘢芋頭係。
好正嘅。咁嗱，呢個咧就可以另計。不過喺個味道上都未見好突出。其實我覺得同價其實都 OK 嘅啦。係啊，同價可接受。誒，我諗同價 OK， 再多咗就略嫌令我覺得有少少失望嚇。咁啊，冇辦法啦。誒，下次再開過啦，因為頭先唔小心開低咗，減咗你人工。減人工，不過唔減人工都好啦，都加唔到嗰個嘅。係。完。唔夠喉，仲想聽祖霸王？快啲上881903.com 聽翻節目重温。祖霸王。